想不到这些人不能得罪，惹错人后果太悲惨。就像你搬新家，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拍一下我自己的房间？那边还是一团乱，这个房间也要拍的话，这个新闻就不要报好了。隔天我就搬来家的报纸，在社会版，一人搬新家，成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门口的呆呆垃圾也拍照，就说我占用了大家的公共空间，我就整个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经，熟女家务事。